小心爱车变毁车，包膜车、洗车打烂五大误区，别搞错。那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达人呢，他既是包膜达人、镀膜达人、洗车达人，他还是特斯拉达人，就是我们他车技联盟的强哥，强哥老板，你好。包膜车它外面脏了，有水渍啊，或是有那种柏油痕迹啊。对。到底包膜车能不能喷去柏油剂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是它不会把这个先嘎掉吗？所以我们不要在药水在车机这个贴膜上停留太久时间，尤其我们的道路行驶中，轮胎所滚下来的柏油面积大概都是在轮拱这个车叶底下，我们可以简单的打动作，喷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简单的刷洗。哦，喷完去柏油就马上刷洗。对，而且它会比较快。哦。把柏油脏把它溶解掉。哦。所以我们洗车要专用的洗车的手套。哦。不能用这个啦。尤其是像这个包膜的车啊。对。如果像你是像这边有个黑黑的点啊，用布擦其实会烤胸。对，搞不好上面就有一个纹路。纹在上面了，但是一般有人用海绵啊，海绵也可以吗？可是这比较方便哈，它是穿戴式的。哦，对，它穿进去之后，我们在洗车的各个那个啊小机构啊，我们手都可以去换。你拿海绵，那你角度会比较不好洗车啦。哦，所以就会比较方便。哦，所以借我一下，借我一下。所以让它布袋耶。所以洗这个是布袋系的那个样子。哦，这样子，所以在擦这个小缝隙的时候，我手还可以这样子揉捏，然后它各个角度都洗得到。哎，这个蛮好的哈。所以说这边的第二个小误区就是呢，大家以为抹布洗起来很干净，但事实上呢，你的摩擦，哈，抹布比起这种专业的羊毛洗车手套，摩擦来的更厉害。对。包膜打上去有用吗？因为这个磨料的话，它会吸收吗？吸收蜡吗？有用啊。我们在那个磨料上面啊，它进行一层保护，因为磨料是塑胶的表面，进行不能打蜡镀膜啊，可以让它更有持久力。哦，所以说呢，答案揭晓哦。事实上呢，包膜的这个膜本身，它也跟烤漆面一样，现在都做成了可以吸收这个蜡品，不是像以前说，好像打在塑胶袋上面，然后下蜡布打下去的话，整个都擦掉了，对，一样都可以。等一下，我怎么看到老板现在竟然在拿打蜡机打这个包膜车啊？这样不会把膜上面的亮度打掉吗？我们刚刚洗完车有发现啊，它这个磨料上已经有点凹掉的情况。哦。一段时间疏于照顾，它已经表面有点黑，有点黑色素沉淀了。所以我们在磨料动作，在做抛光的动作。速度上要很讲究。哦。不能太快。保护它的烤漆。哦，所以说今天老板来帮我们解答了。事实上呢，包膜车并不是不能够用打蜡机的，而是在于你手的力道，还有这个打蜡机的转速的控制，而且最主要是它不是拿来抛光，而是把上面这一层污渍打掉。对，是的。哦，完全不一样嘞，有亮起来了。对啊，亮起来了，而且还热热的，因为包膜毕竟它是一层膜料啊，塑胶，所以这个美感很重要。真的，没错。但最后的疑问是啊，这台包了膜的特斯拉，经过了包膜，经过了打蜡。还可以镀膜吗？可以啊，因为塑胶的漆面的那个包膜上，它也是一层防护，所以在我们的上镀膜放在这个洗膜料上面，膜料是塑胶嘛，对，经过我们长时间可能停车环境晒太阳啊，日晒雨，可以让它多一层防护。但是这个塑胶膜料，对，经得了镀膜的烘烤吗？可以啊，因为我们烘烤就是有一段距离啦。哦，对，所以是很保险的方式，是做保护的动作。第一层这个所谓的橘色的包膜上去之后啊，这个卡缝也是包膜的，也经过了打蜡，也经过了镀膜，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亮度跟镀上一些包膜成那种黑黑的有水垢的感觉不一样。对，哈，没凹掉地啊，没凹掉地呢，哈。哦，老板在特斯拉也太亮了吧，又打蜡，又包膜，又镀膜。要不要这么照顾啊？全台湾最亮的特斯拉，真的、啊，难怪。对啦，没错啦，你看上面的光泽度，看起来像一般钣金的光泽度，不觉得它是包膜车，你知道吗？完全不一样。对啊，那当然，今天我们当大家解答是呢，包膜车事实上是可以喷去柏油剂的，可以，也可以上蜡，也可以用打蜡机，对，甚至呢，最终保护是呢，包膜的膜料上面还能够镀膜。是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要注意的，对不对？对，我们像我们车子啊，停在户外，尽量啊，要远离大树下，那一些水痕啊、果实的实力这样，不会长时间附着。还有啊，包膜的车不要觉得取天下无敌啊，它还是要维持洗车，还是要维持打蜡的防护，让它膜料上面多一层防护这样。故啊，它别凹掉地哦。凹掉地。
对，因为我有朋友哈，他去扣税工啊，包了膜之后就不洗车。对对对。就你知道怎么样吗？怎么样了？三年后啊，这个膜料啊，竟然都分解了，对，撕不下来。哇，真的，因为它伤到你的原漆哦。对，因为他是说我包了膜了，我就不打蜡，我就不洗车。不，这样反而会伤到这个膜料。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没错。当然，今天我们中间商家的所谓的洗车小教室，帮我们请来这位车技联盟的强哥。但下次呢，我也要把我自己的爱车呢来给了强哥实验一下，交给我。没错，看看二十四年老车，你要把我变为新车哦。当然一定要啦，麦克阿美，好可怜。全新车让你再开十年。好，没问题，感谢你， okay, 谢谢，拜拜，拜拜。诸葛亮油车祝您福兔迎祥庆新年，扬眉吐气贺新岁。中天严选商品真的是很赞，我告诉你哦，我自己的年终奖金都花了不少哦，全部都是在中天快点购来选购的。而记得哦，如果要很棒很赞的优惠的话呢，记得要输入素人试车手小猪 CTI 555的代码，才能够有非常棒的折扣哦。真的啦，买了啦，中天快点购，赶快上去买哦。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比酒精啦，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